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我是陈纯传道，今日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一至十八节。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时刻的提醒和帮助。今日的经文是位于马太福音登山部分五至七章的中间位置。第五章开首就有我们熟悉的八福，继而耶稣就说，天国的子民应当在世上作盐作光，并且他强调自己的教导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的教训，他是要成全律法里面所教导的义。因此荣基传道昨日带领我们一起思想，什么才是超越法利赛人的义呢？经文里面用了六个例子，从不同的角度生活层面去演绎怎样先为之超越。换言之，我们每一个跟主的门徒就是天国子民，先是在前面经文中被警告，你们的义若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又在后面的经文被勉励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在这样的基础上面，今天的经文引导我们深化思考什么是假冒为义的危机。因为六章一节入面的善事这个字，就是前文饥渴慕义为义受逼迫你们的义入面提到的义这个字了。原来假冒为善的人的谬误，不单只是在个人为了在众人面前的形象而伪善，而他们这种伪善者是为了准备面对永恒审判的时候去装假和演戏。因此假冒为善的人是从一个行善者、行义者沦落成为一个演出者。将他们称呼为演员，可能是对演员们的侮辱，因为他们只是一群骗子，他们不单止欺骗人，更欺骗神，甚至是欺骗了自己。他们以为靠着这些装假演戏的宗教行为，能够在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蒙混侥幸过关。耶稣对假冒为善这个称呼，其实就是要听众明白，这群人其实他们沉迷于成为公众场合里面的演员。假冒为善可以翻译做演员，这样观众就是这群演员唯一取悦的目标和对象。这群演员的一举一动就是为了博取观众们的注视和掌声，难怪耶稣说他们演出已经得到奖赏。奖赏这个字其实就是报酬的意思，就是工钱。因为当旁人注视的时候，掌声的大小就决定了演出者努力的方向和目标。他们不单止未能够按天国子民的标准做一个真诚效忠天父的行善者、行义者，更加可能为了满足群众扭曲的欲望诉求而偏离了行义者、行善者应有的操守和警醒。透过阅读我们刚才这段经文里面的论施舍、论祷告、论禁食，我们很容易因为经文里面六次出现了暗中而得出一个结论，在明处让人知识而做的善事都是白费功夫，唯有在暗中做的父神先会报答。但是若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三段经文对演出者的描绘，第一个是在前面吹号，第二个是外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祈祷，第三个是面上带着受用，他们甚至呢蓬头垢面。可见经文的焦点不是行善者、行义者他的义举善行应不应该被人看见，他其实错误是出在演出者采用了夸张瞩目的行为吸引旁人的注意，偷取了本属于上帝的掌声和荣耀。他这种扭曲的心思使行义者、行善者为世作盐作光，照亮一家人的善果，反倒成为等这等人
的前累，这个真是何等的讽刺。因此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是告诫天国子民，不要假冒为善，不要成为演出者，但我们不能够因为避免而忘记我们必须是行善者、行义者的要求。前面经文提醒我们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是要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每一个天国的子民，我们的属灵生命都应该效法基督，学像耶稣，好像天父般成熟，这样才能够作一个好管家，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才能，使世人从我们身上真诚的品格、良善的行为，透见神的光明、盼望和慈爱，将人带到神面前。所以我们不是只能够暗中施舍、暗中祷告、暗中禁食，反而我们应该光明正大的在人前多作施善、施舍、祷告、禁食，透过这些善行义举，将人引到神的面前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有两件事要留意。其一，就是当然要胜过老我的私欲、自我中心。正如保罗的提醒，我们是成了一台戏，被世界、天使和众人观看，但我们不能够上了戏台，在霓虹灯之下就只记得自己演出者的身份，而忘记了自己都是一个管理者，是需要交账的时候。当然更加不应该摄取上主的荣耀。其二，我们知不知道自己交账的日子还剩多少时间呢？自从疫情开始，末世之说就吵得沸沸扬扬，讲得有眉有眼有观点，但偏偏就忘记了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疫情让我们世人不敢再夜郎自大，我们体会到科学医学的有限，人类对自然的疫症认识是何等的困乏，特别是最近这三星期疫情的数据的急剧恶化，使人深感惶恐，人人自危。但愿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懂得把握机会，在世上在人前为盐为光，照亮一家的人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多谢你透过经文提醒我们，在这个疫情告急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把握机会，爱神爱人，在灰心之中我们能够心存盼望，在隔离里面我们能够传递关爱，在缺乏的里面我们能够彼此分享，因为世上何处有苦难，何处就应该有你的信望爱。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属你的群体能够懂得把握现在的机会，向往心存永恒，不被眼前的恐惧所威吓。在生活里面，我们不单只能够爱上帝，亦都能够爱邻舍与同自己，成为你真爱流通的管子，将爱传递到普世之中。纵然疫情生活里面我们有诸多的不便，但求你帮助我们学习真诚的依靠你，学习能够过坦然安舒的日子，在世上能够作盐作光，使世人更加懂得敬畏尊崇我主圣名。我们能够如此祈祷，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门。